大家目前所在的位置呢，是在这个广东河沿紫金线这里，在这边找到一个刘氏家庙。这个刘氏家庙不简单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对面这座牌坊呢叫真寿之门，是由皇帝下圣旨建造的，上面还保留着这个圣旨皇恩两个字啊。真寿之门，这个深表香云大宝刘吉人妻廖氏，就是刘氏的一个祖婆啊，廖祖婆百岁的一个牌坊啊。这边写着什么？寿星卓安玉，这个凤舞金山，真孝显花园龙腾子弟啊，太牛了！真寿之门，上面是皇恩两个字啊，皇恩浩荡啊，感觉要穿越了。他这边有个讲这个牌坊的历史啊，清朝康熙六十年吉仁宫，就刘氏的吉仁宫啊，他的一个廖氏的老婆呢就是百岁啊，其实也就是那个刘氏的一个先人了，后来就是恳请朝廷建造这个牌坊呢，以做那个表彰。第二年康熙帝下旨建坊啊，表彰这个廖氏祖国的一个品格啊，哇，太牛了，到现在也有三百年历史了啊。然后这个就是刘氏的一个家庙，刘氏的一个真寿之门啊，真寿之门，哇，太牛了。这是广东河沿紫金线这里啊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。这是刘氏的一个家庙啊，刘氏总祠啊。这边还有什么？非常注重这个后代的一个人文的一个培养啊，就是说高考啊，就是说排在名次比较先的啊，名次比较排先的，然后就是有那个奖金啊，太牛了，非常重视培养这个后代，怪不得会这个历代啊人才辈出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啊。